我们这里是启发娱乐幸福小组，欢迎为信主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，借着幸福小组的活动，有吃有喝来认识耶稣，谢谢。本周成人主日学进度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下，下周成人主日学进度为提摩太前后书及提多书上，请各位弟兄姐妹踊跃参加。从9月5号开始，每周二至周五下午4点到8点，开放6楼的阅览室，让学生们可以 K 书。从国高中生到大学生，有需要的同学可以洽询林芳璇传道。神招神学院2023秋季班招生中，神招神学院目前进入原地重建的阶段，但上帝复兴神招会的脚步并不停歇。感谢上帝招聚本地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日本各地的优质学者、教师、牧者，透过媒体科技的协助，我们可以继续建造培训各神召会中优秀的领袖同工。收费和报名方式请见招生 DM， 联络人请洽叶子传道。以上报告事项结束。有吃有玩